喂，我是吴继兴哈，现在是下午3:35哈，今天是5月20号，2010年哈，我刚刚到那个台北市哈，内湖行政区哈，去做那个应征的工作哈，其中有蓝雅塑胶公司哦，他们在树林厂跟那个炉煮厂哈真人。啊，还有就是他们有一家电子公司哦，在内湖啊地区有要征五个作业员，还有一家是台银人寿哈，跟台湾银行的台银两个字是一样哈，他是做那个全台湾的公保哈，就是以前我们讲的是公务人员保险。我们刚一路从仁爱路走过来哈，它有一个段落在仁爱路靠那个国父纪念馆那边哈。都是绿荫夹道，非常凉快哈。我们看台北市政府附近哈，它保留了非常大的绿荫哈，还有喷泉哈，还有那个高的这个是101大楼哈，我们可以看得到101大楼哈，这边是有很多很多的绿荫哈，还有喷泉，非常好。在我们面前这个就是这栋建筑物哈，就是台北市政府哈，让我们看得到看不到哈，这是。1994年哈，他是写中华民国83年是李登辉提了，李登辉当总统哈，这就是台北市政府哈。我看看我们看得到看不到哈，走一下看看拍得到拍不到。台北 City 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台北市政府哈。对对对，我们再走一走哈，等一下可以拍一下镜头哈。Here is, just moved from, Taipei City Hall. We just, interview in, of the Meditation Center. It is, under Taipei City. Now we are approaching to, Taipei City Hall. Okay. There is a big forest road along Yan'an Road to Taipei City Hall. It has a very strong sunset, so we needed to notice the Taipei City Hall met in 1994. He also is by Mr. Li Denghui while he was a president in Taiwan. Okay, now we look at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Taiwan. This is a blue sky, and there is a bigger green grass near the Taipei City Hall. 我们有注意到，就是台北市政为什么值得特别报道呢？哈，尤其是台湾那个三月学运以后，哈，许多的年轻的政治工作者几乎都在台北市政府待过，哈。我们不管是民进党陈水扁当市长之后，有很多年轻的从事三月决议的人哈，有来过台北市政府当重要的领导人。公元2008年哈，马英九上台以后哈，马英九当市长哈，他也任用很多这个。还有尽量任用这个有从事过三月学运的人哈、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两个白狮子哈、在玩球哈、白狮子在玩球，我们就走进这个台北市政府了哈、台北市地后，对，所以郝龙斌当市长是2008年哈、2006年当市长当选，主要是因为红三军嘛哈。他更大量任用了一些三月学运或者是红三军的干部哈，当台北市政府哈领导人嘛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北市政府的花卉嘛哈，他搞花卉博览会哈，这边在台北探索馆哈，那大厅哦都是花岗岩做的哈，非常雄伟哈。我们就从这边看到仁爱路上面的街景哈，文大伟谢杰任何项目活动，这个是南花嘛，很多南花。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市长黄大洲提的词嘛，黄大洲，黄大洲在1994年3月提日提的词嘛，在台北市政大楼新建制嘛，
所以他们有很多年轻，像现在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哈，他们以前是搞那个反对运动跟那个陈文茜啊哈，还有一些像台北市的一些局处首长啊哈，就是他们都尽量利用这个红三军或者是三月学运出来的人嘛哈，所以他这边训练出来很多台湾的精英哈，都曾经待过这边。我们今天特别来看一看哈，就台北市。台北市大，我们特别来看一看哈。哦，非常大，它室温保持在摄氏28度哈，非常凉爽哦，它非常凉快哈。这个台湾原住民这个男女的一艘船嘛哈，太原，这个是男女哈，男女嘛哈，男女，还有这介绍台湾的原住民文化。还有它的天井哈，我们注意到它是一个室内采光的天井哈，它没有用到太阳能，它也会有一个沈葆桢厅嘛哈，台北凤梨酥节哈，啊 ，this is the inside of Taipei City Hall， 啊 ，we can see an original shape in Taipei City， it is very beautiful， original shape in Taiwan。It also has a very big hole inside it. There are so many addicts since Taiwan. Much student movement in 1990. So many young addicts ever work in the Taipei City Hall. No matter in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or Kuomintang. 就是说这方面都是有的。好，谢谢。